中国外交部昨天召开例行记者会，被问及彭博社指称近几个月来中国军方官员在与美国军方会晤中多次宣称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的说法。为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的权利和管辖权，同时也尊重其他国家在相关海域的合法权利。汪文斌更表示，国际海洋法上根本没有国际水域一说，有关国家声称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意在为其操弄涉台问题，威胁中国主权安全，制造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汪文斌还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海峡最窄处约70海里，最宽处约220海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中国国内法，台湾海峡海域是由两岸的海岸向海峡中心线延伸，依次为中国的内水、领海、比邻区和专属经济区，强调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的权利和管辖权。不过，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说，汪文斌的说法有三大问题。问题的第一个部分，国际法本质上并不是所谓的法律，国际法的创制是为了帮助国家与国家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上互动合作，它缺少一般我们认知的一般国内法律最核心的一个要件，也就是执行的权威。我们会遵守国家内部的法律，是因为主权国家与其政府可以透过执法单位来强迫我们去遵守这样的法律，但国际社会并不存在于高于个别国家主权的执行权威，所以要不要遵守国际法，单看这个国家自己想不想要去遵守。中国签订了联合国两大人权公约，也基本上并没有在执行它。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连俄罗斯本身也不大管联合国的说法，这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由此观之，要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约束其他国家不可以在台湾海峡行驶，除非中国有种直接对这些船只开战，要不然就只是没有意义的话语而已。更不要去提了，美国其实根本就没有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那国际法本身是比较像是一个国家政治力的延伸，它本质并不如国内法一般的法律。多数的时候，主权国家对于有互惠性的国际法或国际条约比较有遵守的意愿，像是世界贸易组织这种用来推动全球化并扩大整体市场经济的国际组织，各个国家遵守的意愿就会比较高。第二个问题，中国宣称它拥有台湾海域的主权，其实这根本就是一个自嗨的一个行为。虽然多数台湾的安全伙伴，如美国、英国、日本、澳洲等，都跟中国有邦交的关系，但这并不代表他们认同中国的一中原则，也就是中国对台湾主权宣称的合法性。美国自台美断交以来，就一直坚守自己的一中政策，并没有让中国在国际社会里面直接挟持台湾的主权与领土。其他跟美国具备有相似核心利益的盟友，虽然没有把这件事说明白，但大抵也不支持中国的一中原则。所以中国用画大饼的方式把台湾直接包含在自己的领土范围，根本就是一个不符合国际现实的举措。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创立以来，没有任何一秒实质的统治了台湾。如果他真的觉得多数的国家都跟他一起就是一起用同样的方式来理解这个台海关系是在一中原则的框架的话，那事实上如果这件事是真的，中国可能很早就已经对台湾进行军事封锁了。第三个问题，所谓的公海或者是国际海域 International Waters， 基本上来说就是各国领海基线12海里，大约是 22.224 公里之外的水体或者是水域，或者其他像是海洋、大型海域生态系统，如北极海、日本海、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北海及阿拉伯海，或者是这种封闭或半封闭的海域与河口，如地中海、亚得里亚海、黑海、里海、芬兰湾、孟加拉湾、墨西哥湾等，都属于国际水域。
在联合国海洋公约里面的确没有使用国际水域这个词，因为这部分的讨论在联合国海洋公约海洋法公约签立之前就已经进行过了多次，多数国家也都遵循前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用自由航行权，也就是 Freedom of Navigation 的方式来解释各个国家在领海之外都拥有自由航行的权利。这部分请参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8条的部分。简单来说了，没有写不代表不存在。那中国的做法就是用曲解整部法律的一个方式来去硬拖自己，或者去强辩自己想要的一个部分。另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国际法本身它并不是法律，而是国际政治的角力。所以中国外交部大动作的去谈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也是因为他们其实在美国慢慢建立起这个印太围堵中国网的时候没有其他的招数了。讲白了，如果中国坚持自己的一中原则是正确的，真心认为台湾海峡是自己的领海，那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开过去的时候，中国怎么没有做任何的一个举动呢？或者是当中国的军机跨越台海中线进入我国的防空识别区的时候，为什么不仅仅只有台湾，甚至是其他的国家都认为是中国在破坏两岸和平？当然，另一种解释是，中国在强化自己武力犯台的国际法理基础，借此威吓其他国家不要对之进行干预。但这种说法完全脱离国际法的原则以及现存的国际现实。台湾具备有自己的主权，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仅没有放弃台湾，甚至还逐步加强对台保护的战略清晰。中国现行的做法只会让自己步上俄罗斯的后尘。可是俄罗斯的酒劲已经昭示了天下，以武力改变和平现状不为其他国家所容，更不要提这样的行为直接的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